的人请人去听不要叫也要做听台湾区图书馆的安尼馆长，以及各位来宾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欢迎，因为阮的愿望，要让台湾的朋友欣赏我收集的古典音乐，这个梦达成了。同时，也真感谢图书馆全部人员，真用心努力设计安排这里水的所在。空间来摆我所上的唱片个 CD， 我台上要个各位分享我爱音乐的 passion 热情。1960年，我用着爱音乐来学白，啊开始到顶去听音乐，啊大部分的精神甲金钱拢用伫音乐。我开始读一挂有关的古典音乐的书和杂志，再得到有够知识来收集我所爱的唱片，啊，佮出名音乐家所录的唱片。迄个时阵，台湾翻版技术算是品质无好，啊，无法度通讲真正享受着古典的音乐。满足，所以我开始考虑要收集国外的原版的唱片。不过迄个时阵，这个国外原版价钱真贵，我的经济做袂到。不过后来有时啊，我去弘扬路，伫古书店去买着旧的原版唱片，我就开始收啊。啊，我了捌到一个朋友。伊拢去美国国民团的厝，甲因买一挂原版的美国原版的唱片，所以我会当开始来收集。啊，这个就是我真的上快乐的时阵。1967年，我来美国，我伫耶鲁大学研究以后，啊，我伫迄带伫迄个康奈迪克州迄个 New Haven。因为小道具，啊，好就是讲纽约们离开纽约开车3点钟了，所以拜六个礼拜若有时间，我就开来纽约去看以后，还是其他音乐厅去听音乐。有当时啊，我来去那个 Metropolitan Opera 大都会歌剧院去买卡票去听歌剧。所以每摆来去纽约，我拢有时间就来走去一个唱片行，啊，那有什么好，我就提倒转来，啊，上欢喜就是讲，我能当欣赏音乐，啊，我即时啊，我伫遐做研究，暗时转来斗阵听音乐，算是真满足，啊，我。过真充满音乐的生活，啊！我来美国已经50几年，这个生音乐一直拢是我生活的重心。我个欢喜的，就是我的囝、个查某囝拢总有学音乐。我囝 Michael， 恁有看到？伊是学迄个大提琴、cello， 啊，伊伫迄个耶鲁大学。啊，甲旧金山、加州音乐院，迄阵拢有参加学校的交响乐团。阮查某囝跳迷你，伊学钢琴，啊，捌参加比赛得了第一名。啊，伊进入去耶鲁大学，去参加真出名的合唱团 Yale Glee Club， 啊，伫遐阁担任即个 Glee Club 的团长真侪年。啊！伊也捌指挥过一个真社团的查某合唱团，啊，这个因个合唱团有捌去台湾演奏、演唱，啊，这拢是阮全家音乐的成长环境，学囡仔的一个乐趣。恁会听到阮CD 个。
因为他们的国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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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要听较简单，所以阮开始听专辑的唱片，敢若贝多芬的交响曲啦，鲁汉曲交响曲安尼。啊，当时爱当听某种曲，用无相音乐家演奏还是演唱的，所以阮对音乐的了解增加真多。后来阮国福建讲唱片用来德国甲日本做的唱片，迄特特足好个。所以阮也有去用请去德国还是日本去演讲还是开会的时，无通找时间去遐唱片行去买出来。所以我的唱片内底有足多无相款的。啊，1980年开始有这个 digital CD， 迄个数位 CD。开始出来，啊 ，CD 是真方便，一边会当有差不多80分的音乐，啊，唔免电脑出来画屏，所以我来开始收集。从小我听惯势着，得听唱片，迄、那个写高级音，写甲这个，迄、那个 CD 甲唱片写也阁未比咧，所以我决定要设一个音乐欣赏室。用高级的音响设备来欣赏这唱片，啊，这广告有一挂较高级的公司出迄个真高级的黑胶唱片，啊，伊是讲用180g的黑胶来做的，啊，阮因为有收集出来听，啊，我也想家伙，啊，阮年岁大了，就来考虑讲，阮收集这50几年。唱片甲 CD 要安怎来，将来要安怎？啊，我是真好运，两年前这个 Chris 来阮家在开讲，啊，我那会看阮出来，唱片甲 CD 收集，啊，而且我是在讲，我来美国，我已经半世纪以上啊。我的心也在台湾，所以我感觉讲，若有可能在宝贵的收集会当送给台湾，我上欢喜。啊，给少年人会当分享我这好的音乐，啊，鼓励因爱古典的音乐。啊 ，Chris 真好，伊甲我当面讲，伊去登去台湾要探听看卖。啊，结果伊回来讲，讲不落去，就是阮决定讲，阮这物件要送互台南科教音乐图书馆。啊，我无想讲这个代志两年后，我的梦已经实现啦，我足欢喜的。我感谢台南市各市科教音乐图书馆，真心意接受阮的收集。啊，宣传阮真侪来，真侪年来的成员，特别是伫含馆长蒲世义先生，啊，甲郭志云律师领导下骹，设计安排这么好的所在来保存阮的收藏。啊，阮们少年的一代要好好利用，对这音乐所。养成因的成长环境，充实因的生活品质。因为这两年来，这个病毒 COVID-19 世界性的传染，阮无法度通得去台湾参加这个仪式，真感觉真可惜。就是阮特别感谢图书馆安排这个 WiFi 连线，和阮甲亲戚朋友。会当对外地来参加，我特别感谢我的同学李明亮医师，以代表我来台南参加这个仪式。最后，幸会教我祝大家身体健康。